那么接下来我就请大家呢来欣赏另外一段咱们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民间舞蹈。说到吐鲁番，大家可能就想到这个火焰山，还有想到我们新疆的葡萄啊，非常的好吃。希望我们在场的每位朋友有机会的话呢，到我们中国新疆做客啊，新疆的这个黄金时间段能吃到咱们新疆的瓜果的这个时间段，我要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6月、7月、8月、9月，其实呢在8、9月份您去的话呢，咱们新疆的很多的瓜果呢您都会品尝到，非常非常的甜的。希望大家能够去我们新疆做客，然后呢能够学会我刚才说给您教的那两句维语啊，你好叫 Yang Simonsis， 谢谢叫 Rahman。 如果说您这两句学会的话，哎，您到新疆这个亲切感呀就拉近了很多很多了。好，希望大家开心。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段来自我们新疆吐鲁番地区民间舞蹈《纳兹贡》，掌声。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演员们要请大家跳我们新疆的维吾尔族舞蹈，请大家边学新疆舞蹈边和我们演员拍照留影。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新加坡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给我们中国新疆宾馆购物集团的这样一个平台啊，谢谢我们的金航旅游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呢。一会儿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这十一楼的四周，你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各地的手工艺品展，您可以去观赏啊，可以去观赏一下我们的中国的手工艺品字画书法。把那些不和他们在一起给放完，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演出呢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欣赏，再一次祝大家羊年吉祥，再见，拜拜。